丢了吧，这一件是首当其冲要丢的。这个不行啦，这个我觉得不行，这个花色很解。这个花色不行啦，这个海绿带啊，这个海带芽也不行啦。小 baby 要吗？小 baby 也不行啦。粉巾换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掌声欢迎段金。啊，这一袋是什么？是那个泳衣，因为我很爱买泳衣。找到了，好大。刚刚就是要比对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它的杯真的很大哎、欸！你是在里面好多套哦。对啊，你有囤物症吧？我就很喜欢买泳衣。哎，今天我妈来帮他断舍离了，我觉得太多了啦，我帮你准备了塑胶袋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他很需要断舍离。丢了？哎，这花花不行吧？哎，好像有点太多哎、欸，不然我们去客厅讲好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太扯了！各位观众，你们看看我身上的这个泳衣，你们真的是可以吗？是客家姑娘啊，来嘎哈嘎你，漂亮！你们不懂这个花色？我不懂哎、欸，怎么会不懂、欸？这个就是跟我阿公回去彰化的时候，然后那边的老大郎的棉被都是用这个花色，对，是六套上面，而且花也太多种。这都是花花了吧？你很花哎、欸！对，我就喜欢花。啊，这套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海带芽的感觉，欸、很漂亮。对啊，它穿起来很漂亮。这是泳衣吗？这是泳衣啊！所以你看，它有那个公主的袖子。谁泳衣还有袖子？你这样怎么游泳？你在玩水的时候，那个起来，然后袖子都没有，就是王那个不是大家都是穿泳衣去拍照吗？而且你也喜欢该逼有东西的，不会痒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它就这样子就比较修饰啊。你的泳衣真的太多了，是哦。而且我真的是不觉得啊，这也是泳衣吗？对啊。啊，我知道你是不是在沙滩玩那个，来抓我、啊！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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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有吧？没有、啊，有吧？你泳衣都三八成这样了，哪有啊？哪有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有一些要丢哎、欸，你们觉得可以？我这件身上要丢吧，各位观众。不行，丢掉。我这件要丢吧，你们有男生觉得这样可以的吗？不行吧？可以吗？丢一丢了吧，这一件是首当其冲要丢的。这个不行啦。这个我觉得不行，这个花色很解。这个花色不行啦，这个海绿带啊，这个海带芽也不行啦。小 baby 要吗？小 baby 也不行啦。好了，算了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整袋丢一丢啦。好啦，帮你断舍离完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帮你补货了。补货？没错。补什么？今天我们还是有带一个，就是礼物给你。假的，来。跟里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这真的超漂亮，不能一样，这个才不会解。哎、欸，这个小香风啊，对啊，你总要穿一种贵妇的感觉吧？小香风，对，尺寸一样吧 ？OK 吧，差不多吧？要不要换换看？换换看，直接换是不是？是啊，直接换是可以的吗？好的，我相信粉丝一定很期待这个福利时间。短巾换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掌声欢迎短巾！哇呼！哇呼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一秒崩坏。质感呢，摆个 pose 给大家呀，这种贵妇的感觉，小香风，哎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焕然一新？对啊，的确是跟我平常买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。因为你喜欢缤纷的颜色，所以黑白你可能就不会先列入考虑，对，比较少。嗯，对，然后就会想要看这边，而且它就在你的头旁边而已。我的视线真的是现在很不好意思。好啦，好性感哦！啊，我们送你的有喜欢吗？有喜欢。
尺寸有对哈，尺寸有对，有对吗？有，还怕买太小呢？对啊，可以。我们两个好不礼貌，我现在在跟修木讲话。OK， 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蛮舒服。好啦，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累啦，因为你家东西好多。对，我们家东西真的很多。对啊，而且来者是客，讲到这边的，是不是应该？对，现在中午时刻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十二点多了。我们一来也没有一杯水喝，现在要结束了。对，是不是？那我做饭给你们吃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要做饭？有，我要准备。短金的爱心午餐，其实我是挺害怕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要害怕。对，我刚刚要煮白饭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因为我爸爸煮白饭他都会加油，然后我就拿地上的油倒进去之后，想说，哎，怎么那个味道怪怪？然后一闻是清洁剂，所以我先把那个白饭那个米饭倒掉，然后又再重煮一次。OK， 它还真的是油，真的是油，真的好恐怖哦。好，那我觉得等一下你可以先试一下，因为我怕会有一些真的会有一些清洁剂啊。你要不要先试毒啊？我本人是。对啊，对。對我觉得那次煎的还蛮漂亮的。没有哎、欸，自己讲的。没有，它浪漫的，而且感觉油很多哎、欸。哦，我刚刚倒太多了。哦。可以吃。行吗？哦，好。那是因为节瓜本来就新鲜吧。很油哎、欸，你看，你要少放一点油。而且你可以用气炸锅，其实我在家里想吃宵夜的时候，我就用气炸锅炸节瓜，就不会那么油了，不会油，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再撒一点点胡椒粉，超赞。那个蒜泥白肉，我就问到底有谁可以会把它切成这样？很大块，不都是薄片吗？对啊，你们都是薄片吗？你去外面吃蒜泥白肉，不是一片一片一片吗？其实我第一次切。哦，蒜泥白肉长这样子 ，OK。这应该跟这是三层肉吧？三层肉，嗯，还是花两酱油，不是你的主意。那我至少有熟啊，但也是蛮好的啊，因为他帮我们准备，你看有饭、有菜、有肉，你看多好。所以这是你的拿手菜喽？对。好，我们很荣幸可以吃到短金的拿手菜，很开心。完美，完美。